很少有人敢吃这个牛肺吧？今天花100多买串大牛肺，等会儿让你们看看这牛肺到底有多大。正好表哥要来我家，做给他好好尝尝。爸，你看。哎呦，你在哪里搞这么大一滴兜碎啊？这怪吓人的，能吃吗？这牛肺啊，等会做出来好吃得很。你表哥今天呢就扔这个给他吃吗？哎呀，你别管，等会做出来保证让你流口水。放生姜大葱，料酒。放姜蒜、干辣椒、花椒、豆瓣酱。来了来了，爸，表哥来试下我今天做的牛肺。嗯，牛肺不错，这完全不像是牛肺，又脆又嫩的，是吧？好吃。